廖将军，你紧张，我靠，规划一部进程，你跟中间的所在包围了。廖天鼎，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才找到你的行踪，得死。廖天鼎，你敢闯入我们总督府？你想造反，得死！嘿，因这些人偷偷啊走来台湾，就讲家己是台湾人的政府主人，拢唔该开个见笑啊！我跟你讲哦，只有假假韩之谦的，才是真真正正的台湾人啊！咔咔呸呸呸啊呸！廖天鼎，今天就是你的忌日，把地上好，好，出来无三分钟就叫日本交警察抓你了，安尼是要安怎啊？我想办法甲救。听讲迄东海水真强，有一支足厉害的兵器叫做定海神枪。听你咧讲汉国是定海神针，不是定海神枪啦。而且啊，去龙宫找这个定海神针，根本就是孙悟空的故事啊！你骗鬼咧，袂食水。闽南人，你有耳无受，尻川袂放屁，夹夹。我跟你讲哦，孙悟空去东海水晶宫借兵器的这件代志，是打电话给我，千拜托万要求，我才甲讲的秘密咯。而且伊身躯穿的迄组衫，佮我借伊的，阿妈你。哎，袂使，甲你连宵夜连到遮久着，我赶紧来去找兵器来救我红姑的。好，我无闲，你请。哇，华丽变身！哇，变成孙悟空了！哎呦，来到遮就是东海水晶宫啊。阴冷啊，阴冷，乌暗啊，乌暗。哎呦，明的明的，赶紧来去找兵器。兵器在倒位？哎呦，这个，哇，这就他。啊，这里哇，哇，苏格罗吧。哎呀，到底是伫倒位啦？兵器要倒找啦？哎呦，烦恼啊我。哎呦，什么物件拉土卡住？嘿，救护车呢？重3500斤。嘿，嘿。这支提灯让恁母啊吵来吐死鸡啊！做兵器哪会用的啦？提什么啊？没礼貌，真是的。我赶紧来，哎呀，嘿，嘿，嘿，赶紧来，兵器在倒位啊？东海水晶宫那是大啦，行到脚酸手软，哎呦，这个时阵吼，闹一块椅啊通坐，唔知偌舒适嘞哈。哎呦，有哦！赞哦！未歹哦！脚床变两半。Oh my 脚床！哎呦喂啊！啊这啥？嘿，方天画戟，重7200斤。哎呦，厉害哦！你提灯要恁母炒菜啊！嫌是兵器啊，烦死啊！嫌官嫌官，做歹到你咧！哎呦，突然间有做啥物物件出来？哎呦，一支金光闪闪哦！未歹哦！哎呦，摸一下还会长大了！哎呦，有写哩，如意金箍棒。重13500斤，会赞哦！哎呦，愈来愈大支呢！啊好啊，这一定是兵器，安尼亲手就甲拔起来，哎！这大支，这支敢讲少
就是传说中。